只想躺着，我不想起，我这个光还打到我脸上。哎，火锅还没呢，下午去吃，好难呀。我们昨天去跟草东他们吃的串串，然后我就吃了。哎，昨天吃串串你们都没吃米饭，昨天吃串串他们都没吃米饭，就只有我吃米饭。出去了，七点，然后到现在。你是时候该减减。你昨天晚上七点你吃了多少？没吃主食、啊。废话，那个桌谁吃主食？就我吃了一碗米饭。我还没有草东吃的多。你跟他聊，你跟他比吗？他俩真能吃，比我还能吃。我嗓子都咳成这样了，没人给我拿瓶水。哦，说我呢？说我呢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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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饿的低血糖，我这站起来我就要倒了，还让我去拿屎。减肥真的好辛苦。会顺便来重庆吗？嗯，不知道哎。重庆的东西太辣了，我俩可能吃不了。不去重庆就是我想回去健身，我不能再掉秤了。我今天称了称，已经130斤了，掉了1斤肉。我说拜拜，其实就在说嗨，没人跟着你走，绕着地球一周，坐到你的背后再跟你说嗨。不上班，没不，最近不是在旅游吗？这没还没上班，哎，不是，我是说这个啊，我是说。人别人出来是旅游，我是出来真的是在上班。我又把那个脚本给人家，我又去给拍了一个抖音那个广告，然后拍的时候结果又受伤。我的粉丝不会都是眼镜控吧？谁是谁都不清楚，谁是谁，没准温暖若电话乱坠。谁是谁都不清楚，谁是谁，拜托我看时间不奉陪。看你没地方去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哎呦，我们今天要去吃那个什么，我们今天要去吃董刚刚说的那句话，我们去了好多地方。我们昨天去吃那个什么了是吧，我们还去吃了那个嘎嘎鸭，我们还去吃了那个嘎嘎，我跟你说，他抠的呀，他跟你一样抠，哪儿都没去，抠死了。我们还去吃了那个嘎嘎鸭掌。我都非常的期待7月份我们一起去旅行，你们俩在一起那都抠一块。七月份去旅行是嘎嘎花钱，咱们肯定得去啊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咱们就蹭个吃的。那我估计就是在路边乞讨吧，就在路边睡着吧。那就一块在路边睡，是不是带着帐篷，然后直接就帐篷就搭路边了？嘎嘎，我还受伤了，你看，你看呀，我是碰上彩虹，吃定彩虹。戏吧，骗说。服了，他嫉妒我们，因为他出不来，他上班，他在工厂拧螺丝，他嫉妒我们，由羡慕转成了嫉妒。不，其实董嘎嘎他是那种修理草坪的，他在他们小区给那个草坪做那个修理工。放播一会儿，我去尿泡尿。
谁啊？我帮你播。嗯。哎呦，你的粉丝都不喜欢我，我怎么帮你播？我说老天，男粉也不够刷礼物。我没有男粉。没有吗？那躺一会儿吧。他直播都不开瘦脸，我都不想替他播。你说你不开瘦脸播什么呀？我脸这么胖。我们俩为什么分开播？因为我们俩不是一个美颜圈的，就是他是不开瘦脸圈的，然后我是瘦脸圈的，就是我们俩就是不是一个维度的，所以没法一起播。分了吧！哎呦，放心，什么都没有，嘎嘎，放心，什么都没有。他说不要给他带太多特产。给你带回一个山东的帅哥回去，带两个山东帅哥回去。哦，还有两个山东的帅哥。我们俩回去还不够吗？够了吧？董刚说我是青岛帅哥的天花板。他经常这么说。哒哒哒。打我腿！今天晚上吃火锅，我觉得不应该让我们两个外地人请客吧。哎呦！其实来成都也行，省了饭费了，虽然有房租，但饭费省了。反正我们每次吃一顿，反正就把饭费都省。明天再去找草东吧。你好，羡慕星星，你羡慕我什么？羡慕我长得好看？羡慕你有个好老公啊！羡慕我比你胖？羡慕你有个好老公啊！羡慕我比你胖？给大家送个祝福吧。羡慕我年龄比你大，祝大家发福。是不是？我真的跳的一模一样，家人们。哎呦，通讯录或多或少不都带点吗？谁也不比谁好哪去。咱都承认，我在机场的时候，给大家讲点，我在机场的时候母不母？杨金花，管这么多。我在机场的时候都母死了，我说咱们，我当时我说咱们落地，咱们就立刻就是咱们就融入这个城市，我说咱们就做自己，解放天性，说把那一部分给开发出来。怎么还掉皮了呢？这成都这么湿，你还能掉皮？哎呀，我们美人鱼都这样，一上岸，一上岸就容易掉皮。啊，接着。啊。昨天草东见我们怎么说？他说他问我多高，我说我净身高184，垫了一个3厘米的增高鞋垫，我现在188左右。然后他说你184还要垫增高鞋垫，他说你就在这条路上走吧，不会有一个男的比你高的。然后我们就走了一路，确实没有男的比我高。
确实没有男的比我高。然后就是很，我真的很努力，因为我1.84，我还垫了个3厘米的增高鞋垫，他只垫了个1.5厘米的增高鞋垫。我觉得我真的你垫，因为走路太难受了，像踩高跷。你垫3厘米的增高鞋垫，你走路走一天路下来，就跟女生穿高跟鞋是一模一样的。我的小腿都疼得要死。我净身高180，然后我垫了1.5厘米，我觉得就够了，1.5还不行。收一收下巴，宝贝。我自己吃出来的双下巴，我为什么要收它呀？对呀、啊，那咱们多亏啊！我昨天看那个智星星的你第二季了，那个人怎么真的发福了？我跟你说真的，谢谢我君君哥哥。这人啊，真的不能发福，就是你发福，少年感都没有了。哥，那我发福了，还有少年干嘛？有啊，有。你有啊，宝贝，你肯定有啊。我哪有？你过来，你过来，重新说。是不是他咬牙切齿的？我们要在成都待很久，改天约我们家 S 姐姐，然后我们打麻将去。 S 姐姐在不在？嗨，美航姐姐。我要走那个印度风。你啊？你什么？印度风。印度啊。S 也不会打麻将，我都不是成都人，但是我四川麻将打得巨好，真的，我太厉害了。张展平，你给我扣上，扣上，扣上，扣上。我死了吗？我是母了点，但是我还是她老公。他问我你老，他问你老公呢，我这不站在这儿吗？你肯定没谈过对象，你谈过对象你就。给你拿，宝贝，你等一会儿，你坚持，你坚持，烦死了，你坚持，给，就拿一张纸呀？怎么酒店纸不花钱也不能这么浪费呀？怎么一张一张拿？我新时代好公民，我3好公民。烦死了，烦死了，这边建议直接死了。当你的老公建议你直接死的时候，咱们就是我们不，我们漏，我们就是不死，然后我们就是要先把他揍死。啊姐啊姐夫，哎呦，弄袜子上了。我新买的袜子，我烦死了！哎呦，我不开心了，张展明，这怎么办呀？哎呦！没事，擦不干净了。没事，回去我们洗一洗，好吗？擦不干净。回去我们洗一洗。我身上没有吧？当我美颜了起来。
我把袜子叠起来了。好聪明啊，宝贝，好聪明。我看直播间里有好多人夸我，我也没有什么能带给大家的，我给大家带来一段舞蹈。我哪有越减越肥呀、啊？我又没减肥，我增肥呢，我备孕呢。你见过备孕的人减肥吗？Don't go yet.Don't go yet. Don'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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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 yet.服了！我的妈呀，跻身才艺主播行列了。你裤子你不会穿，你就别穿。给你买那个裤子，你整天把它剪。服了。哎，我问你，这个扣子如果不解开的话，那人家设计的时候为什么要上这样扣子呢？直接把它给缝死不好吗？这个扣子不花钱吗？嗯？闭眼吧。这服了你老六，我可舍不得打他。他打不过我吗？我可打不过他。你舍得打自己家老头啊？我也就是说说。我在家经常家暴。挠死了。你再把自己家老头给挠跑了你，这个就是他今天给我挠的。我准备今天晚上发一条视频控诉一下他家暴我，到时候大家记得去给我点赞，舆论记得偏向我这边啊，舆论往我这边偏，家人们，舆论到时候往我这边偏。你来啊，咱们就是看清楚，我们看清楚啊，你看他这个像是手指，你看我手有这么粗吗？哎，我虽然我的手指很粗，但是不是我挠的，是他自己穿鞋的时候滑到那个凳子上的。滑到树上。他是自己穿鞋的时候滑到那凳子上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们走，你要不要不下播，让大家见一下我们的朋友？都可以。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没什么不好的，没什么不好的。走吧，正好。拿着你的闪闪吗？你的闪闪拿不拿？我的伞吗？不拿了，已经没有太阳。没有了，嗯、不拿了。嗯。走吧。嗯。走吧。你拿着我的这个。你还带表吗？啊，不带表啊，装什么？都是自己人。不带。就那两个表。我先把手机放在这儿，不能暴露我们的啊位置。暴露就暴露呗，你一个人能打三个，你还暴露？哎，我手机啊、哦，直播。是不是傻？看看，看什么？我怎么那么白呀？不知道他在哪呢，这是。哪边？卖酒的这边。
你瞪他们干什么？丹田气息有点足，整个宾馆都没有人说话，看着我的面。一分在死，挑死了一般好色。又没有辛苦。拜拜，英姐。啊，好漂亮的。怎么在？啊，在后面一个。你知道他们在哪？他们说他们到了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。我好胆子。哈哈。哎呀，给你呀！干嘛呀？嗨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在直播吗 ？Hello， 家人们。哎，我们等你们好久，太无聊了，我们在直播的。下播吧，没事，我打了。下播吧，下播吧，下播了。